剧集《踩过界》自播出以嚟反应非常热烈，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节目及制作副总经理杜之克先生同剧集台前幕后包括黄浩信、李佳芯、张震朗、善立文、泽威廉等呢日齐齐出席慰留宴。新剧除咗喺香港收视好之外，亦都大受内地观众欢迎。早前剧集仲喺内地一个颁奖礼度获得年度十大精品网络剧奖。Vincent 同震朗早前仲做代表到北京为剧集攞奖，成绩相当好啊！暂时头先听到嘅消息就系4.9亿嘅点击率啦，系咁诶，同埋即系我觉得豆瓣个分数都系好令到我哋都好开心、好鼓舞嘅。咁希望个数字一路升啦，数字呢啲嘢冇人嫌多嘅，即系点击率。会唔会觉得自己即系呢套剧喺内地播咗之后咧，内地嘅 fans 多咗？其实都好开心嘅，因为多咗好多內地唔同地方嘅人啦，咁喺網上嘅平台留言俾我哋啦，話有睇呢個劇集啦，咁所以我覺得最緊要就係你將一啲香港嘅特色嘅嘢啦，即係我哋香港演員嘅一啲火花啦，帶到去嗰度都係依然能夠有嗰個作用，可以感動到觀眾，可以令到大家睇得開心嘅，咁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即係我哋最想做到嘅嘢。Vincent 踩剧中饰演盲侠大律师入刑入格，而阿 l 同振朗嘅一场亲热戏都引嚟网民热烈嘅讨论。两人喺剧中表现得咁激，自然都会觉得有啲紧张嘅。睇下阿 l 个表情就知啦。